扫描黑甲，未发现目标。查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扫描天使和神和超级战士。哦，有情况！哼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只配闻我声卡尔的逼。别激动，开个玩笑。来，抽根华夏烟。绿球老爷抽烟。 图现在在南边打孙悟空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。我听上司的报告说，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找不到。嗯，有情况？什么？发现黑甲？不是，神和战士？也不是，天使？也不是，好像是太阳能量。 天使和黑甲坐镇皇室城，咱们终于可以踏实点了。是啊，小半年都没睡过安稳觉了，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这多亏了天使和黑甲呀！你们人类的防空系统不大好使，如果巨狼星向你们展开报复性轰炸。 这座城市分分钟会被炸平，你不能一直守在这里。护卫天使，现在看起来就像宅家无聊的小女生，等待男朋友的归来。本来这很合情合理，但是她聊着的却是国家大事。你知道我想到什么梗了吗？什么？ 吃着泡面，喝着地沟油，聊着国家大事。哎，笑死我了！这小子太逗了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说是我邻居家的孩子，名字叫朱川，他妈妈每次给他买衣服，都会跟人说：“这是给我们家朱川的。” 不觉得好笑吗？啊，呵呵。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懒得理你。忽然想起，我刚加入超神学院，和大家一起出去购物买衣服的时候，千挑万选。那个时候我喜欢运动型，现在呢？ 还是喜欢运动型。记得第一次遇到神这个东西，还是那个叫雷娜的女孩，她总是很骄傲地对我们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女神，你们要跪倒在我的脚下。”哼，挺逗的一女神经。然而，雷娜现在已经是毁灭世界的邪神了。我不相信，她比我们所有人都善良。哼，这句我信。我们这儿就没有善良。 还记得你答应我，帮我去找雷娜吗？你应该比我更能找到她。不，要定位你们的暗核心装甲，除了你们自己，我们天使做不到。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巨侠战翼只有你，蔷薇在巨侠之战场，我总会找到你。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？用通俗的话说，是爱。<咳> 别逗了，你爱蔷薇，你爱银河之力。说不上，但是我要离开他1000年。哼，这1000年，我想看看谁和他在一起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要爱就爱，别盯着我看，跟我没关系。他这不叫爱，叫勾引，就跟我父亲一样。 100年见他一次，每一次都整得他刻骨铭心。真正的男神就会被这样勾着，10000年、20000年，最终成了传颂宇宙的故事。比如牛郎织女、阿波罗和达芙妮。如果这都不叫爱，那区区几十年滚床单的生活，
就叫做爱了吗？行行行行，打住，我们去找雷娜。你说，在地球巨侠室发现了恒星级能量？是的，这是逐渐发过来的信息。如此说来，它出现了。世豪的虚空引擎改造的怎么样了？回我神卡尔，改造完毕。很好，荒谬的神权时代是时候彻底终结，而属于次生物文明的虚空时代比我想的还要快。雷娜，雷娜，我是蔷薇，我是蔷薇，听到请回答。雷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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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蔷薇，我是蔷薇，听到请回答。搜索太阳之光，搜索太阳之光，未找到目标。这样寻找会不会太盲目了？大海捞针啊！雄兵连的每一个战士都内建了一个编号，用自己的战斗服可以互相定位。但是，华夏这么大，一时难以找到也正常。方向肯定是对的。哦，北方28公里附近发生核聚变反应，发现疑似目标。雷娜是最容易找到的，核聚变女神。希望是雷娜。会不会是你们人类的核弹？应该不会。就不知道是不是恶魔使用核弹。恶魔禁止使用核弹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好像很了解恶魔。攻击过我的恶魔战士就是这么说的。我问你们恶魔怎么？行，别提了。目标在前方28公里，加速前进。阿图，雷娜出现在闪恩室附近，你让黑风自己开始办，老娘可不替他擦屁股。可是女皇。您上次说天使宴，我们要不要？天使宴怎么天使宴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天天就想着打打杀杀。好了，不要再联系我，他可能会监测到我们的通讯信号。就这样。还是个娘们儿，看这背影就知道是上等货色。是不是嫌丑啊？有点。想必如果我还是人类，就算帅一点，但穷鬼一个，你还是不会瞅我一眼。是的。现在可不是你说了算。让我先欣赏一下你。那就欣赏吧。你们应该是属于自行变异，对吗？你猜猜。地球同时有了外星人、神、怪物、人类，还有人类和怪物的杂种。这娘们有点意思。你这么镇定地坐在这里，想必也是某种变异吧？是什么呢？我想想啊。下一个问题决定你们的生死。你们喜欢现在吗？葛小伦，对不起，我已经不能和你们地球人。我神卡尔已侦测到雷娜在银河系地球的具体坐标。很好，
莫甘娜利用雷娜摧毁了凯莎，创造了一个邪神女神雷娜，可是我们打开虚空时代的关键。去吧。是。诸神、天使、超级战士，一起来见证永恒吧。